近日，一列鱼腥欧中欧班列由阿拉山口口岸出境，驶往欧洲。这是今年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入境的第1200列中欧班列。这趟班列从重庆发出，搭载日用百货、电子产品等货物，14天左右将到达波兰的马拉舍维奇。随着各地复工复产，近来出入境中欧班列数量明显回升。